先搞点菜吃，是的，别把我的菜地踩坏了啊！我应该给你穿个水桶鞋。你自己来，你自己穿水桶鞋，我们都没穿。那就只有你一个人的功劳了。对，只有我，那就只能我工作了。你看水桶在干嘛了？姑姑，好不容易种点菜，你给我搞破坏啊！姑姑摘的都被小石头弄了。搞破坏了的。他不是来帮忙，他是来搞破坏的。啊，对对对！哇，这个头发好好看啊！还有外面的世界更好看。这个菜虽然长不大，但是其实挺嫩的，这个挺好吃的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呀。对呀。我看着不是很大，但是怕多坏。多坏，你吃得完吗？摘这么多？吃得完。吃得完那就不摘了啊！哇，这个叶子有点像玫瑰花呀。玫瑰花。啊，刚才你采的那个。哦。真的很像。这个是长豆角，种上这个折耳根，田边就有。哇、哦，好厉害、啊！还是挺嫩的，对。哎，那里还有个，有还有一根，好多，很多。哎，太多了吧？你看今天是不是菜很多啊？今天的菜太多了，能不能吃得完哦？怎么了嘛？姑，你今天要煮什么嘛？我今天要煮，你想吃啥我就煮啥。哦、你想吃？你又忘。很多方便面啊，都吃的感觉吃来吃去吃了好多。今天呢，前几天我在网上买了一个，这个是泰国的，写的这个是什么？粤 YUM， 我这想尝试一下这个方便面怎么样？我理想中的是和咱们的，比如说酸菜啊、老坛啊那种一包很大一大的，但这个好小好迷你。这两包才有那种一包大，所以我和子女嘛，两个人就一人吃两包了，其实不够的，但也没办法。但是可以尝试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味道嘛。这好像是酱油。酱油是吧？嗯。太大了。你两包一起下还是一包一包吃？一包吃。你怕吃不完是吧？行，那就先下一包。弟弟也是一样的，我叫我同学叫我真正的名字，弟弟还小，他就叫他姐姐。对呀、啊，来，你的哇，这太少了吧？也对。我给你加点汤。这也太迷你了吧！真的，就装下了这么点。嗯。是不是他们泰国人的吃这么少？有。吃吧。这太迷你了，我先吃口好不好？先尝一下好不好吃？要是不好吃，以后就不买了。走，还行吧。倒出来。本来想倒了，但是妹妹她说她没吃饱，还要再来一碗，那我只能倒出来她才能吃了。冬阴功，可以。哎，打开锅盖，里面还有水。还是中国的面吃的过瘾啊。嗯。耶、抽后一点。啊、哦，太呛了，太呛了。真的好吃。也可以。吃不了吧？对，太烫。我这也是烫，锅你看。嗯。这是。你找一下。好稀啊。找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嗯，关起来的吧。可以了。那泡着得了。味道可以。太阳出来了。就是一包量太少了。锅太阳出来了。
一包快吃完了。嗯。一包快吃完了。就是为什么还有这些部分都是辣椒的？你那个应该是咖喱吧？啊，咖喱什么咖喱？咖喱面。咖喱面。嗯。打开锅盖。嗯。哎，忘记加调料了。加上是加上调料，也可以是。哎呦。搞得了吗？搞得了。哇，第二包好像我比第一包多。这个其实也是摔的，有点摔的。有点摔？对，我这个。那有可能我这个也是要，也不可能。吃好酸。你想不想吃了吗？不想吃了。不想吃啦？啊。这个很摔的。拿给我吃吧。很摔的，真的很摔。尝尝。没饱了，但我不想浪费，吃吧。真的很酸的，是，就辣的酸，是挺酸的，辣的酸，不辣的有点。你学是不辣的是吧？对，那个不辣的还行。哦。哇，是好酸，酸的牙齿。真的。是柠檬的酸。柠檬太酸了，我真的吃不来。这次我吃三四口就完了。